有春象的啊，这种不是我要的。我刚才你也是拿我石头上的。没有，是，不是？因为里面有一只我抓的天牛。哦，对，那只很小的天牛是我抓的，我放在石头上，所以你这个盒子是从我石头上拿的。那要不要放掉？不要，我那个天牛，我那个天牛。有人抓过，对不对？啊，圆圆的，这个翅膀上有像银斑状的，有没有？其实它有点像银斑状，圆圆的，跟有一个抓绿色的，也是刺，哦，这边抓绿色，对，绿色，你看它的外形有没有也是圆圆的，哦，所以它同样同一颗的，那个幼虫会有刺，对，啊。